sen?从前，从前，三只小羊正在露营。有运动员小羊、天才小羊跟时髦小羊。我好开心哦，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有太阳又有风。那座岛上的草莓很甜，很好吃。我划船过去采一些草莓回来，大家一起吃吧。你有办法自己采三份草莓回来吗？我当然可以呀。我觉得你办不到。我办得到。要不要来打赌？好啊，赌什么？我们一起去那座小岛，采到最多草莓的就是赢家。赢了可以得到什么？我想想哦，我知道了，赢的人可以得到我所有的蛋。有人提到蛋吗？好主意，那采到最多草莓的小羊就可以得到蛋。等等，我决定要跟天才小羊一组。孩子们，孩子们，听我说，我也许可以帮你们解决问题哦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呀？我刚好经过了。你们两个一组，我跟运动员小羊一组，赢的组可以拿走所有的蛋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听起来蛮公平的。赶快开始比赛吧。小羊们跟野狼坐进橡皮艇，前往小岛。小羊们都非常认真，但野狼却……野狼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帮你赢这场比赛呀。别想作弊，努力划船吧。快点，他们要赢了。才不会这么轻易让他们赢呢。那些蛋都是我的啦。运动员小羊顺利抵达小岛。他回头想看看他的兄妹。却发现他们在一颗岩石上。快点来，我们去采草莓吧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草莓在这里呀。哎，回来了。运动员小羊划船到岩石那里救他的兄妹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想到野狼会做出这种事。没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野狼做的。我们赢了，我们是赢家。一颗草莓比零颗草莓。我的蛋在哪里？你是作弊才赢的，比赛不算。这里有这么多草莓，为什么你还想要蛋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吃蛋呢。你想吃是吗？那这些蛋全部都给你吧。
这些都是玩具蛋，这不能拿来吃。你们骗我，我好饿。你们以后不要跟我说话，我讨厌草莓。从前，从前，小心，稻草来了。这天是个晴朗的早晨，天才小羊正在农场试用他新发明的工具。像平常一样，调皮的野狼躲在树丛里偷看。有了这个超大投石器，我就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，像是养鸡舍啊。天才小羊忙着把稻草移过去，没发现抱的是野狼。稻草来！啊，野狼是你，快下来！我要出发喽！小鸡们，小鸡们，我来了，别想跑！哈哈，不对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等等等等，停下来啊！哟，画野狼，你高兴了吗？我们被关注了。要怎么做才能离开这里呢？天才小羊想到一个点子，这个应该可以。虽然天才小羊想到这个超棒的点子，但这里却没有足够的材料。绳子，我们需要的是绳子。看来我们逃不出去了，这该怎么办才好？救命啊！救命！这个够长吗？这太短了，我们需要更长的东西。没问题，我身上还有很多。就快到了，再一下就好，再一下。天才小羊跟野狼终于回到平地了。但野狼却不愿意离开水桶。我要赶在别人看到我之前先离开。是啊，你走吧，赶快离开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接着，他们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：稻草来喽！